即刻叫 Kelly 同 Kitty 翻埋位做嘢，啲人繼續改圖，叫 Annie 去 Elaine 張台度傾下點樣 optimize MS Model Tree Mix。佢哋琴日傾咗啦，難傾啦。Oscar 就捉住 Tim Zoe 同 Mario 嚟鬧，叫 Oscar 唔好鬧得太大聲，又唔好完全冇聲。咁鬧咩啊？即改。但我哋 brainstorming 唔夠主動，叫佢三個唔好駁嘴，做少少反應。總之記住，一陣間由山上到，唔係。總之唔好理發生咩事都，唔好俾佢停 ，keep 住做 ，keep 住傾 ，keep 住鬧，鬧到忘曬人，唔使問我朋友生。brainstorming 咧唔夠主動，唔好太大聲或者冇聲。仲有你哋唔好駁嘴，俾少少反應就 OK。游生到咗未？游生未喎。無論發生咩事都要 keep 住做，傾鬧忘形，唔好望魔姐或者游生。唔好忘，繼續。你哋三隻嘢喺度做咩？又係你話忙啊！唔踎得唔夠低有冇啫？仲喺度做乜嘢？我啱啱幫你做完，喺度探頭下啫。Shut up！ 呢個 office 好忙，邊有人探頭噶？陣間由生嚟見到你哋喺度，咪使自然我簽單。呸！執埋個盒。即刻幫我執乾淨間房佢，準備遊山。知道。啊！點解會咁噶？點解冇打通道噶？點解冇人同我 check 裝修 ？Stop！ 唔使再扮。點解我間房細咗？魔姐啊，其實頭先咧我哋傾緊呢件事嘅，不過你叫我哋扮做嘢，所以。幾度？借盒紙巾用下啫，唔使咁兇狠啊嘛！點解唔俾我意思裝修？咩啊？我咪跟足你個 second draft 做咯。我哋幾時又俾個 second draft 你？嗱，你唔係想唔認數啊嘛？飲過批喎。任哥，大家喺一齊就啱啦。由生有佢新安排，由今日開始咧，將兩個部門合併，會成為租務及推廣部。以後除咗魔姐之外咧，仲會加多位總經理管理呢個部門。任哥，大家好，我叫文念心，可以叫我 Gordon。咁耐冇见，估唔到有机会再合作，合作愉快。任哥，游生依家喺边？我听佢讲，好似去紧机场，好似话要去新加坡收购间银行。系唔该，送俾你哋租务及推广部总经理嘅。即系送俾边个？边个先系呢度嘅总经理？莫莉玲定我的名？唔知喎。唔知就唔好送。唔知唔做嘅有我回收，掉咗佢。拳头咁大个瓶好嘥喎，掉远啲，唔好俾人执咗去。入哥，我有嘢需要同你倾。入哥，究竟发生乜嘢事？你答应承过我话 Hanson 输咗就由我管晒两个部门，点解而家又双总经理？点解我间房会细咗？点解嗰个仲要系 ？OK， 魔姐 ，calm down， 我都系琴日先收到间房嘅新图则。至于双总经理制，系由生嘅主意。雙總經理即係點？邊個管邊個 ？Salary 邊個高啲？份 medical plan 邊個靚啲？仲有以後邊個代表公司去開會、去參賽、去攞獎？哥等係由生直接請翻嚟嘅，細節嘢我真係唔清楚。魔姐，我雖然係 CEO， 但老闆係由生。喺老闆未做決定之前，我仲可以提出意見。老闆決定咗，我就唔可以質疑佢，你都唔可以。因為咁，我幫你摸下底先。我都想知道游生點諗。嚟啊，食啲生果先啊，唔使係喎。啊，佢哋好得意喎。魔姐喺度咧，佢哋唔出聲；魔姐唔喺度，佢哋都唔出聲喎。我同你介紹，呢個咧就係魔姐堂細妹 Cherry、Annie、Kelly、二拎、鐵人。魔姐，入曬嚟做咩？我哋收到公司出嘅 memo， 話佢係我哋新部門嘅主管，佢叫我哋入嚟開會。魔姐。Goldman and Molly Link to be the General Manager Leasing and Promotion Department. 即刻落二楼，叫徐生同坤叔上嚟会室。保安部同运作部而家开紧会喎。仲开？嚟会室先。仲有工程部郭生，消防处今日进行紧例行检查，郭生未必行得开。咁佢啲细嘅咧去晒边啊？叫冰根，郭生即刻上嚟。小姐，你同 Eva 过嚟会议室。系，我啱啱。即刻。
點解同一間公司佢哋嗰啲繩嘅顏色會唔一樣嘅咧？係咯。好人強馬壯下喎嚇。HR 仲啱 Susanna， 2002年入職，公司幾次大裁員，從重組部門都係佢 in charge。Eva， HR 經理，計埋今個月就跟咗 Susanna 8年。徐生，2005年入職，由商場顧客服務經理做起。之前代表澳星喺出邊攞過6次服務大獎，前年任哥升咗佢做運作部主管。郭生，工程部阿頭，由澳星成立第一日開始做到依家，係最有代表性嘅老臣子。保安部坤叔，2006年入職，之前做過7個商場，好有江湖地位。咁我哋個 memory 咁勁，似人事部阿頭咯啲喎。我請大家上嚟，就係想大家同我做一個見證。Eva， 同我做個正式記錄。係嘅，摩姐。租務及推廣部今日開始行雙總經理制，依家正式分配人手。邊個想跟我就企我呢邊，邊個想跟文念心就企佢嗰邊。真的，我都係落去補間餐廳開定張台等你再傾合作，好嘛？唔阻你哋啊。OK， 各位。你唔反對嗎？我唔反對，我民主。咁點啊，卡哥？我哋之前跟 Hanson， 而家跟摩姐都冇運行。你哋係咪想跟 Gordon？ 係嘅，咪企喺度唔好喐。梗係唔使揀啦，我哋咩？阿鐘摩姐，梗係摩姐啦。唔好誤會，我都係揀摩姐，我冇乜所謂。大家清楚睇到佢哋揀跟邊個 ？Eva 攞咗翻嚟。咁以後咪得翻我一個人做嘢 ？Kitty， 你之前跟 Hanson， 你跟佢，佢都需要個人幫佢打下字、沖下咖啡。摩姐啊，其實我想跟你噶。你放心，我明，係我叫你跟佢。你心地都幾好噶喎。今日咁人齊，我請食 lunch。多謝摩姐。Kitty， 你都嚟。多謝摩姐。摩姐。唔該曬，拜拜。問咗蘇人蘇，哥頓係一個人攞錢。嗯，我同佢哋嘅 marketing director 傾過啦，原來係哥頓咧一個人離開公司嘅。我問過幾個行家都冇俾人挖過。冇兵冇卒，佢又點做嘢？佢點做嘢唔關我事。起身啦，鍾水。楊啊，老快，凡哥，坐啊。其他人咧？冇啊，得我一個。一個都唔跟你啊？同埋我想問一下，咁之後嗰啲 promotion 嗰啲 job 係咪都照樣揾你傾？你之前講話你跟開 Hanson， 所有 promotion 都係你負責㗎，係嘛？有冇興趣過嚟幫我手？Morning， 跟住我做咩？探下個老朋友啫。Hello， 上門。上門唔係你身邊啲女人，好衰你。佢點睇都唔似10幾歲喎。我覺得佢唔係上門。文念心，依家借得我同你，唔使再做戲。點解你唔嚟澳星？全因為你。2004年開始讀 surveying， 跟住考埋 PGD。2007年成為測量師學會專業會員，之後讀埋 MBA 同 DBA。前後5次幫澳星攞亞太區時尚商場金獎。3年之後升埋做總經理。冇推斷錯誤嘅話，下一步就係想入董事局。呢啲資料隨時都 Google 到。我想入董事局，亦都唔係啲咩秘密。所有總經理下一步都係咁，你都一定想。只不過你之前喺 Solon So 叫咗老闆嘅女朋友，就唔使自由運行。你入嚟澳星都係想搏一搏啫。咁你試下上 Google 睇下，知唔知道我下一步想做啲咩？我有喺公司跟你嘅人，一個一個離你而去。under 你嘅商場，一個一個歸我所管，你會冇曬權力，冇曬地位。就憑你，文念心，你欠我嘅嘢我都未同你計清楚，你做咩要針對我？做咩要搞我？簡單，就因為你太中意控制人，我要你嘗試一下乜嘢都控制唔到嘅滋味，包括上門。上門。喂喂，我真的 stop， 你真的。